来看着东海渊第一回合女麻木第一回合直接秒。哎呦我去，我去，这东海渊怎么回事？一回合秒飞四个，他妈直接飞了一个小元灵出来，四个小元灵，下回合能他妈招鸟了啊！秦三叠输出上万，为什么女麻木和东海渊我容易分不清呢？他俩也没有什么，哎呦我去，好轻松啊，兄弟们，再来一把。现在东海渊任务这么强了，啊，我就说嘛。我就说怎么能强到这个地步，因为兄弟们刚才切入战斗的时候变了混沌兽套啊。还有物爆的，他有法爆的几率的啊。戒指加衣服加衣服真的好，衣服的话刚才我说那个28万的话，未必啊。未必准啊，因为这个衣服其实后期真的太少，因为主要是你几率高，